早晨啊，咁多位，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三的早上。隔夜美股方面咧，全线咧就企稳嘅。咁啊，特朗普方面咧就讲到啊，咁啊3月1号咧就唔系 magical day， 咁啊市场咧就解读为咧中美贸易嗰个谈判方面咧未必会将3月1号咧作为一个硬嘅死线啦。啊，咁啊市场有多少憧憬嘅，刺激到咧今日港股方面咧都可以高开高走，暂时恒生指数咧挑战紧咧今年以嚟嘅一个高位，就挨近翻咧28,500点楼上啊。咁啊特别提到咧就系、是、见到咧A 股方面走势都好啦，咁啊个别嘅一啲券商股份都可以走高，包括阿里巴巴入股中金今日高开啊，不过低走啊吓，咁、啊、都继续关注翻咧市况，暂时气氛良好啦。咁啊有货嘅朋友咧即管睇住先，咁啊但系咧就留意今日可唔可以咧恒生指数系咪真系企稳到今年嘅高位啦。